如这个琵琶伸得非常长，要注意这个点比较平，然后这个撇跟上面那个撇靠得很近，中间这个缝隙很小，然后这个下面拉得很长，吊上去，哦，这很特别，那个口塞到这个缝，滑下来弄得很平，然后压下去很粗，马上变得很细，然后接的时候有凸出来，扁扁的，如。